所以今天呢啊，非常看头。哎，可是今天精彩的点在哪？就是都很好吃，可是你只能选一个冠军，怎么办？那我好难哦。那我先抱歉，我应该是冠军。所以现在瑞瑶姐现在在吃，哎，是吃你的耶。对对对。是我一定要先吃它，它好用心，对不对？对。毕竟有专业的这个厨师的，你们不觉得这一场比赛很不公平吗？有一个人好闲哦，闲到喝了第几杯？第五杯。第五杯了，对。人家很忙，忙到流汗。好，我们先请瑞瑶姐来品尝之后呢，非常公正，而且呢有很有公信力的这个，而且我们绝对不能影响评审，因为最后会太累啊。